李佳姐，爱罗马哦。我娘的呀！哎，你都还没问我要剪哪一种哦？剪刀、菜刀那种。大家敢会叫这个炸的？就怕人呢。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我就爱这款。拜托你是大哥哎，一直突然遇到良家妇女，还明明穿。还是不好看，年纪轻轻就当上老大，也算是黑社会头一上镜头。啊，你有跟阿林表白，阿林没跟你？说不定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啊。以后真侪姑娘拢进来我，讲我是心目中刘德华。为什么？我唱歌好听啊。说真的啦，我就真的唱歌好听啊。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你当大哥啊？为什么？要小心自己了。流氓好不好？怎样？还是搞黑暗吗？我还会记得拄到你的黑暗，我的运气在那时阵就已经赢了。掌声鼓励一下！谢谢王静啊，我等下去看。当人家的大哥就是要把所有事情扛起来，从前都大哥，还成为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老命一条，今天就把它用掉。在死之前跟小芬说一句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你了，真的不可以把我全家抬料料哦。